王爷，下雨了，陆姑娘约您在木心园相见，您不去看一看吗？如果下这么大雨她还在等，你说她是不是傻？王爷，别说了。对不起。王爷，我好像看见陆小姐了。晋王是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？百合给我准备的衣服、化的妆，就这么浪费了。现在不要看我，我的妆都花了，我等了你那么久你都没有来，看来是真的不想见我。那我不烦你了，我走了。为什么每次见到你都这么狼狈？我也没有想到会下雨啊，我等了你一天都没来，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上次我让你不开心了，所以我想当面道歉。上次没有不开心，我突然离开是因为我真的有急事儿。那你没有不开心，所以我们还是朋友。当然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府。你怎么样，小五？